一款查某会讲的话，你也相信？你敢知伊？伊是你的小阿姨，是恁妈妈的妹妹，唔是恁阿爸细姨。你咧讲啥？因讲的拢事实啊！为着我哥，我也无偌久啊，我何必来骗你？这个钱，摕去甲厝税钱纳纳咧，安尼你才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啥啦？医生就有交代，你袂当食薰啊！你身体安尼，我安尼，来来来，加油啊！食食，紧嘞！无聊，食两嘴都好嘛。啉一挂水啦。搁食薰，你的身体就袂堪呢。婉婷啊，即阵啊，足感谢你甲我照顾。你哪安尼讲啦？这么多年来，也都是你在照顾我。林姐也交代我替你照顾，当然要好好替你照顾啊。对啦，说到阮姐啊，你跟阮新的事情，敢不能好好解决，把事情讲好清楚嘛。这个死囡仔，后摆伊就知啦。也不知道文心现在过得怎样，你不用跟他烦恼了，没有钱他就回来了。好啦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买菜。好，喂喂，你想啊，我是文心啊。哦，啊，今麦不是足无闲啊，做大事业足无闲哦。系啊，我今麦伫一间公司咧做经理，所以较无闲。哦，大经理敲电话给我呢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失敬失敬，恭喜啊，做大经理啊嘛，吼、哦，哈、哦，恭喜恭喜。啊！要提钱回来给我呢，啊？哎、欸、喂！文心，你回来哦、喔，安尼就好诶，来坐坐啦。无啦，不是，我是拄好经过尔。文心，既然你拢回来啊，是安怎无爱回去看你爸爸？你嘛知影，伊的时间，伊的时间无多啊。你即马讲这话，什么意思？敢有需要我甲你讲？你明明就知影，你爸爸的身体无好。我知影你足关心伊，嘛足爱伊的。啊，不过是安怎，恁两个人袂当坐落来好好啊讲好清楚？你哪有关心我啊？自细汉伊就安逼我读册尔，麻烦代志拢爱顺伊。伊敢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伊根本无想过。伊若是无要紧你的感受，是安怎会让你伫咧外口过你想要过的生活？迄是因为伊惊我搅了着恁两个人生活。好啊啦，文心，回去看恁爸啦。你是又来这创啥？我是来做事，你继续做戆代志。恁阿姨为着要找你，把厝里的代志拢甲我讲啊。像这款查某的讲的话，你也相信？你敢知伊？伊是你的小阿姨，
是恁妈妈的妹妹，不是恁阿爸小姨。你在讲啥？不对，你妈妈就是我阿姊。我跟阮阿姊失散足侪年啊，真无简单才会当团圆。小林无话久了后，伊就过身啊。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我唔相信，你是在骗我对无？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奶奶，迄个囡仔是谁的？迄个囡仔是我的私生子。我阿姊为着要保护我，所以才叫我住伫恁的厝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一定是在骗我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，对无？因讲的拢事实啊！为着我搁活无偌久啊，我何必来骗你呢？这钱，摕去甲厝税钱纳纳咧，安尼你才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总是一句话，你是我的底，感谢每晚陪伴为我抱妹妹。天地是咱的一个家，为我你牺牲遐尼多，虽然你不捌后悔，过去风浪我会重新行过。天地是咱的一个家，为你路坎坷也着飞，感谢你心过一切，今生今世认真打拼天。